级汽车。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活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。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铁臂挖掘机库宝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滴滴呜，滴滴呜，加速追击，冲冲冲，冲冲冲！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 ，Piu， 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。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我呀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这一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？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。警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！挖掘机呀，挖石头，挖啊挖！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。嘿，加油！警车，警车，发射大网！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！警车，警车，绝不放弃！挖掘机呀！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！嘿，咕噜爷爷，
早上好呀，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、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它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水花呀花，汽车能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！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啦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。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一五一五找到了。别跑，加量发射。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泡泡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欢迎大旅行家。朋友们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，一路过来都是绿灯，还买到商店里最后两袋糖果。谢谢妮娜，我们叫你来是有一项任务。哦，对，说吧说吧，我听着呢。重磅消息，环球旅行家罗杰要来贝勒小镇啦。旅行家罗杰，哇，那可是我的偶像。听说他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被他认可的城市都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，真希望他能喜欢贝勒小镇。罗杰先生是客人，要好好招待他。妮娜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喽。好呀，包在我身上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召唤喇叭。
超级汽车出动！注意啦，注意啦！旅行家罗杰要来贝勒小镇了，我们要为他举办一场热闹的欢迎派对，请大家暂停工作，到广场集合。一会儿我们就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哦，终于到了，罗杰先生。哦。欢迎您来到贝勒小镇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。啊，这里的汽车好热情啊，我喜欢这座城市。乱糟糟，塑料袋满天飘，垃圾臭烘烘，苍蝇嗡嗡嗡。啊啾！这里的卫生太差了。路口堵车了，汽车在尖叫，喇叭嘟嘟嘟，大家吵吵吵。这里的交通也不好。花园绕一绕，小花枯萎了。树叶飘呀飘，杂草高高高。是我没照顾好，我太失望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还没来得及填好这个坑。再见。一切都被我搞砸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工作吧。工作交给我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垃圾垃圾全清理，街道变干净。指挥工作交给我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礼让行人不拥挤，道路畅通了。保护环境交给我，洒洒水，哗啦啦，小花小草抬头笑，大树长得高。想让城市变美好，认真工作很重要。大街小巷瞧一瞧，大家充满了欢笑。我喜欢这个城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这里。罗杰先生说他喜欢我们的城市，太好了。博物馆风波。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我来啦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了。闯大祸了，怎么办？
好可怕呀，好疼呀，救救我，也救救我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正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糟糟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！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！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。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。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波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！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呼啦啦，一起一起回来啦。风沙中的对决，飞乐虎开心虎，你们急着找我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收到了一段求助影像，你看。哦，远方的勇士啊，请你帮帮我们，有个奇奇怪物破坏了我们的防风林，现在沙土吹得到处都是，天空被黄沙遮蔽，村庄被黄沙侵袭，整个世界都将被黄沙吞噬。组织你们快点来吧！啊，哥哥，树木对环境的影响很大吗？嗯，树木能抵挡风沙，净化空气，还能控制水土流失。哥，那要赶紧阻止奇奇怪物继续破坏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抓住他的。看你的了，雷克警长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
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沙地滑板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住手！雷克警长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麦特博士，你又在搞破坏！我的实验需要很多的木头，快让开，别来妨碍我！站住，别跑！响起，警车全速出击，大坏蛋你别想跑，风沙风沙吹呀吹，坚持坚持不后退，冲锋吧，超越吧，加速加速，终于抓到你。手臂，咔嚓咔嚓咔嚓嚓，树木树木全倒下，别想别想别想阻止我！嘿嘿，这些木头都是我的啦！想要吗？来追我吧！跟着我的节奏，轰隆隆隆加速，左左左右右右。过沙丘飞呀飞，勇敢去战斗。这是对你的惩罚，哼！以后这些树苗就靠你们守护了。感谢你，亲爱的雷克警长。我们一定会让这些小树苗长成大树的。消失的珍珠，我的墨镜不见了。阿丽阿丽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墨镜？嘿，我可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拿吗？库宝，你这样真让人生气。哼！阿丽一定是心虚了，我要去找雷克警长调查他。雷克警长，我的墨镜一定是阿丽拿走了。库宝，怀疑别人是需要证据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说过他很喜欢我的墨镜。这只是一句夸赞，不能作为证据。是紧急任务。是谁需要救援？请你冷静一点，你的珍珠我们会帮你找到的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警车雷克，挖掘机库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扫描眼睛。时空跑道开启，
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人鱼公主的哭声。她应该就在前面。之前我的珍珠就是放在这里的，可是我睡醒后它就消失了。我怀疑。怀疑谁？大鲨鱼是它，是它，它有大大的嘴巴，把珍珠藏在里面，快点快点抓住它，追呀追呀追，鲨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小丑鱼是它，是它，它有一点小顽皮，把珍珠当成玩具，快点快点抓住它，追呀追呀追，小丑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我很生气，真是对不起。大海龟是它，是它，它马上成为妈妈，把珍珠看成宝宝，快点快点抓住它，追呀追呀追，大海龟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我珍珠没找到。我没有拿你的珍珠。抱歉。那我怀疑人鱼公主，不要再怀疑别人了，还是让我们来帮你找吧。海雷大地无敌无，大海里面找一找，大铲子哐哐哐哐，大海里面挖一挖，找呀找一找，目标发现了，酷宝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珍珠。不客气，人鱼公主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怀疑别人。我知道了。作为感谢，这两个贝壳送给你们。哇，这个贝壳会发光！啊，嘿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你丢失的墨镜。哦，天哪，原来是我错怪了阿丽。酷宝，你去哪儿？我得去跟阿丽说声对不起。旋风的特训。赛车冠军是卡特，他好厉害呀，竟然打败了旋风。看来我已经不是最快的赛车了，我真是太失败了。旋风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和我们去训练吧。我才不去呢，反正我也赢不了比赛。旋风，好好训练，下次一定能赢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决定不当赛车了。看来输掉比赛对他的打击很大，我们要帮他找回信心。旋风，现在有个任务需要你立刻出动。什么任务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神秘轮胎。
超级汽车，出动！这个训练场有点眼熟。嗨，你是我的教练吗？你好酷啊！快开始训练吧，我都等不及要成为一辆赛车了。你要当赛车？可是你的底盘不够硬，轮胎不耐磨，甚至连尾翼都没有。让我听听你的声音。我说的是发动机。哦。嘿。嘿。动力也不足，你这样当不了赛车。我不信，我就要当赛车。好吧，那就试试吧。耶！速度，速度，油门控制很重要。方向，方向，车轮旋转，别摔跤。力量，力量，努力训练会提高。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勇敢面对，迎接挑战，朝着目标继续向前，通过考验到终点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是新纪录，太棒了！我的轮胎破了。没关系，我把神秘轮胎送给你。哇，好酷呀，和你的一样。是啊，我们长得也很像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旋风。旋风，我居然回到了小时候。原来我从小就不怕失败和困难。希望你能成为一辆优秀的赛车。旋风，加油！这次的冠军一定是我的。冲啊！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。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他可是超级汽车哦。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。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唉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
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神弹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筒滚筒转啊转啊转啊，刷动刷动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。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门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了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啊，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拯救恐龙。全都检查好了。雷克警长，现场情况如何？一切正常，卫星随时可以发射。好，开始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正式开通，现在全宇宙的朋友都能联络到我们，那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人啦。没错。这么快就有新任务了？等等，这难道是恐龙？我们遇到了火山爆发！不好，恐龙们遇到了危险！紧急召唤超级汽车。警车雷克，消防车高迪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防护铠甲。时空跑道开启，它
能让超级汽车直接抵达目的地。哦，这太酷了！超级汽车出动！这里的火势好大呀！幸好我们有防护铠甲。天哪，快看，火山正在喷发！啊！救命啊！大家快跑呀！火山爆发啦！可怕的火山喷出大火球，燃烧的丹尼射大水泡，火苗熄灭了。一龙见龙，三蛟龙，蛟龙万龙，霸王龙。一个都别少！不好，前面有岩浆，怎么办？我们往高处跑。开雷大寻找，恐龙跟我跑。发射大水泡，火苗熄灭了。岩浆在燃烧，温度高高高，恐龙快点跑，加速跑跑跑，到达山顶了，我们终于安全了。恐龙朋友们，你们都还好吗？我们都没事。超级汽车，你们可真棒。不客气，当你们需要帮助时，请随时召唤超级汽车。美味派对，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我闯祸了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呼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
的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 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， yummy yummy yummy， 台北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发现目标 Go Go， 紧急救援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，怎么动不了了，我去看看，加大马力轰隆隆，
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雪芬，做得好！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